在接后备箱之前呢，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惊喜是送给天佑的。嗯，哎，所以天佑，你可能要靠近来看一下啊。你知道这个惊喜是什么吗？别吓唬他，你别吓唬他。师傅要给我又整，别吓唬他。靠近一点没关系的。惊喜来了啊！哇，谢谢！祝你生日快乐！感谢感谢关之！祝你生日快乐！哇，这个太幸福了！快乐，来，祝你生日快乐。我这个许一个愿吧，希望能看到这个节目的人，还有现场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够在新的一年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然后同时祝愿我们观致汽车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质量还是大卖无所谓，只要是用我们的良心去做这个品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更成功的。也非常感谢我的金主爸爸送上来的生日蛋糕，谢谢观致，真的是。然后您这里还有一个节目组特殊的一个要求，就是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些餐具，因为网友们啊并不能吃这个蛋糕，但是想用你拿盘给他们遥遥的分享一下，好吗？好好。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过生日蛋糕了，真的真的。往年不过生日吗？因为我小的时候，往那儿有。小的时候嘛，家里面，父母都在工作，然后基本上每一年的生日，我都是跟自己家的爸爸妈妈呀，一起早上起来，我妈给我煮一碗面条，带俩鸡蛋，长寿面。哎，就这生日就算过了，所以说从小到大对这东西。哎，挺好奇的啊！弹幕好感人啊，所有的腾讯直播的网友都在刷“生日快乐，天佑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我真不想把这个观致这个牌给毁掉，因为他真的是太帅了。许下美好的愿望，然后我们跟所有喜欢天佑的粉丝来分享一下这个满满的生日蛋糕和祝福，来自于我们的观致，谢谢观致。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像这两个字一样快快乐乐的一辈子，也希望我们的观致汽车也能把快乐带给大家，把安全和放心送给你们。